那个时候就是可能知道的人就比较少吧。你说话好谨慎呢。哎呦，苟活。苟活。在吴亦凡被刑拘后，马薇薇早在2016年的迷惑发言也被网友再次扒了出来。马薇薇先是社交账号被禁言，然后公开发表道歉，并宣布短暂退出娱乐圈。而曾支持过吴亦凡的苏芒和六六，目前微博被禁言处理。道德是用来自律的，不是用来自保的。怎么说？就是假设我认为网络暴力不对，我就尽量不网络暴力别人，但是我不能在别人网络暴力我的时候说你们不能这样做。真的是能这么想？我理性思考的时候，我所有的事都是别人的事儿。我曾